系拢个代志想了上简单去啊嘛。哦，我就是讲想了上复杂，你奈讲上简单。上简单，因为这总统的候选人是何等的重要嘛。譬如讲，今仔要征召黄少廷，那在地方，如果是立委层级，那党部主委，我先去跟他谈。你不能启动机制，通过征召黄少廷，黄少廷哦，哦，我不接受这个征召哦。啊，代志的大条啊呢，所以当时的吴韩会延期，所以中央哦，我这高档的中央我做清楚，这时阵延后，那这是正确的选择，这是正确的呀。你不能没有跟韩谈过，那等于比如说我这注意，我都没跟少廷谈过，那后来我们委员会就启动征召了，这个时候通过征召。黄少廷，西高一出来个新闻记者开一个会讲，还无人跟我讲过，我要征召上，我要继续为什么会拍拼？按安尼来搞的国民党诶，未见兴衰呢？不过龙介，你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要有人先去跟韩国瑜谈过。那请问现在到底谁去跟韩国瑜谈过？地方党部主委、主发会主委还是谁？主席，因为这较重要，总统候选人、哦、不是征召黄少廷啦，征召黄少廷的党部主委就可以了。等我的去的噻，注意的噻，注意的噻。因为这总统的局就是讲，党主席啊，因为首先有约，冇约好啊，啊，但是因为韩国瑜讲出席不便呐，吼、哦，太十八啊，啊，十八就是一顿来以后，第一又讲伊会甲大家报告，第二伊会看。董主席哦，他来接见会见的面，所以其他的人个然后这拢无重要啊。啊，可是你看这个韩国瑜好像是希望说朱王吴他们三位先讨论，你们三个先瞧一瞧，再来找我，不是比较好？不是，这个讲法你有两种想法嘛，就是讲你若要征调我，就是单纯看我讲征调的代志，哦，是我变作我同意被征调，甲无同意被征调安尼嘛。就是准备你们启动征调的机制嘛？这征调不是党主席讲要给你征调的征调，该征调征调，不是安尼。征召是有程序的，啊，这个定数要照启动以前，党主席是负责跟你沟通的，你的主观意愿的表达，你主观意愿的表达讲啊，你有同意，安好，党主席讲啊，咱就要来启动。所以我想啊，我伫只讲，等十八一回来了后，伊的谈话发表了。啊，我会启动党代表的人数，因为我嘛是党代表。这个启动就是安那，这爱人讲哦，爱用脑哦，啊那无就这件做，那件走哦，会带来带去。因为即马是高雄市议会伫咧定期大会会期中嘛，哦，那么到六月初过后，大会后结束，我哪有可能即马来决定定一个案，准则甲韩国瑜者，准则伊买啊，我嘛无可能即马来定案。即、這个定案来到第几个？我若高雄市的民进党的议员，我逐天都来处理这条了。来议长，来，今仔变更议长啊，叫市长来专案报告一下。你这条免讲啊，即马是高雄市长做规日啦，你敢知？都我逐天甲你母家就好啊啦，哦，伊也免算啦。所以这个时间真重要。所以你四月十八号开始联署，连到六月多结束之后才完成。联署的是讲你，譬如讲党代表有两千几个嘛吼，联署无一半，啊表示你都无遐强啊，吼联署若超过三分之二的，表示大家一致啊。所以这个联署有可能两礼拜完成，一礼拜、三礼拜、一个月不定。联署了后，甚至我的联署包括。启动临时党代表大会，就是哦，直接征召，必须讲伊压了对了，都直接征召嘛。用党代表大会的名义征召。人家你也看朱立伦，伊无讲过，那是征召韩国瑜，我全力支持，唔免阁问我哦，征召伊，我就全力支持啊。所以这啊，王议长是讲，得照游戏规则来。我们征召也是制度的一环哦。国民党里面的提名的制度里面，征召也是游戏规则，游戏规则里面的一个，不是讲一定要办初选哦，可以不办理初选。所以在安尼的情形下，韩国瑜到今嘛，伊的主观意志的表达，咱拢也未听到。所以伊有讲过，十八等下伊会做一个报告，哦，这第一个时间点。所以我讲十八等伊报告了，咱
我会发动。你刚我讲十倍以后要报告，伊要选总统这件代志。我不管伊要报告啥，嗯，关于报告啥，伊就甲连署就对了。你的报告了，我得有人会启动嘛。安尼会当安那，多悠悠之巧就对了。恁拢卖个讲，互相之间呢，也卖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互相去伤害，就像赖清德甲蔡英文之间，互相毁灭的战争要开始，也无意义嘛。因为最后不管是韩国如算，或者是别人算了，对了，拢需要一个代军的将军嘛，这个元帅。啊，恁今摆大家要来要去，是不是？你想要安那哦？你想要安那哦？这对国民党的团结无意义嘛？因为民进党不是吃菜，我一直要甲大家报，民进党无遐烂啦，所以这局真重要。啊，那伊十八顿啊，不管伊讲啥，我嘛有甲真济党代表。他报告他的，你连署你的，拢讲了啊，来讲。十八，因今仔就要甲我提表，我讲唔免，等十八。但今天有人迫不及待了。有啊，今仔有人就讲，我人谅解，谅解，讲要连署，我哪要连署啊？这不要紧，恁拢会使连署，吼。所以每个党代表搞不好连署三四份，有三四个人来找他连署。啊，拢会讲连署讲一个人。一个人。你确定没有其他人也在发动？这个代志因未去，我讲安尼较歹听啦，发动就是拖漏开啦。不是啦，咱两个要哪跟韩国的比啊？咱两个，你要连一份连输平秀玲来征召，平秀玲加一份征召韩国瑜，你想要比起来？你卖大概拢提我来比啊？对吧？你提黄少廷吧。所以这个连输，人看了这个节目，其实足些党代表咧关心这个代志，因他们也等不住了。你讲啦，吼，两个兄话，卖遐啰嗦啦，阮就直接下落啊。我讲我袂当干涉你要写唔写，但是我是十八以后我才会启动啦。哦，因为这总是爱互当事人等下嘛，我拄我讲过，韩国瑜啦等下宣布讲我唔算命啦。你不是讲引关公下，你拢连输你个啊？对的，不伊爱迄个力道会无够嘛？对，你总是爱互伊正式的宣布嘛。哦，爱宣布了，咱去做这个启动。哎，你连输有一个门呢？哦。因应什么会？你迄个主题出师表赶快。出师表怎么写？是啊，出师怎么写很重要。写到让伊唔变变哦，啊变变个变，这真重要啊。那你从现在开始好好的构思，是啊，怎么样子写才能从不要变成要？我觉得现在整个的态势哦，应该是越来越往征召这一途在前进了。为什么？因为其实大家看到，即使党中央不做民调，最近这几波的民调，包括最新出来的这个 ET Today 的民调，都显示韩国瑜的这个声望其实在往上走。之前撒卡都的情况，他拿不到四成的票，但是最新的他已经突破四成了。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变成是一个最强的候选人了。在这样的一个形势的变化底下，我当然认为这个党中央他要看到这一些情势的演变跟发展。那一个有智慧的党，就是说情势演变至此，你要采取一个对整个党最有利的一个决策模式嘛。所以胜选一定是唯一的考量。第二个就是说，在胜选的过程当中，不能造成党的分裂，就是要把这几方的势力团结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既要胜选，然后过程又要团结，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吴敦义主席必须拿出他多年从政的这个智慧跟能力啊，给大家看哦。那最近我觉得大家还在吵说，哎，这个吴主席是不是自己要跳下来选了？这两天新闻又突然大的在后面，大的是吴主席。对，那这个我觉得对吴主席是非常不利的情况。我真的觉得，如果吴主席真的认为说这一场这个2020的选举，他就是要帮国民党打胜仗的话，那他自己可以有一个适度的澄清，把自己的高度垫高，而且把自己的这个中立性也拉高，这样子他要跟谁见面？都有了正当性，所以你认为吴主席应该要站出来说清楚，对所谓的万分之一可能他参选的机会是零，现在已经从万分之一变成零。对，我觉得他可以有一个更坚定的态度告诉大家说，我现在就是全心全意帮党找出一个最强的候选人，帮国民党赢回2020的选战。我觉得这样子大家所有的掌声都会给他，就是这么清楚的表态，不要再让一些的耳语或纷扰来分散，就是啊，好像大家对国民党的印象又开始有点不太好，这样就是大家其实是尔虞我诈的，不是真心想要征召韩国瑜。我觉得一个党主席的高度，他应该有能力来化解，而且这样化解的速度要非常的快速，很快速的就回应，
然后就表达他的立场。而且他一旦表达完之后，我赞成韩国瑜讲的，就是说他一旦表达完之后，他应该就开始还是持续的跟王院长沟通，持续的跟朱立伦市长就是约见面，因为这是一个党主席必须做的事情。无论未来政局的发展如何，事实上他们两位对国民党还是很重要的资产，不能说他眼中只有韩国瑜啊，其他两位好像都不见了，那这样子也是不可以的。我认为应该要尊重他们两位，所以以一个党主席的高度，诚心的约他们碰面，大家私底下先聊一下，交换一下。所以你认为吴王朱先见，把大家的想法讲清楚，这件事情是可行的。我觉得是可行的，但是吴主席要先做一件事，就是连今天王院长都在质疑说你到底自己有没有要选，那他就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之后，他就有了正当性嘛。所以吴敦义第一步是先澄清他自己绝对没有要选，然后去约王金平跟约朱立伦，对，告诉他们说现在要征召韩国瑜。对，因为大家都是党内很重要的这一些这个政坛的前辈哦，见面不应该变得这么的困难。连蔡英文跟赖清德虽然见面的气氛不是很好，还是见了，还是私底下会面了。可是见了之后有比较好吗？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有见，在政治上的意义上，总比都永远好像不能见面，这个来得好一点啦。至少说大家都是党内的党员，大家是可以沟通的，至少见个面，了解一下彼此基本的想法。那我觉得这样基本的信任跟联络机制应该要有，也是让外界看到说，哎，国民党其实是可以谈的。要不然现在大家有一个面向看到国民党，说，那你国民党好像比民进党有好很多吗？你们连见面，如果民进党要嘲笑我们说你们连见面都变得很困难、很遥远，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还是可以做嘛，就是大家坐下来稍微交换一下意见嘛。那至于这个韩国瑜的部分，的确要等他，因为他今天晚上已经要启程到美国，等他从美国回来之后。韩国瑜也是时候到了，他必须要有一个表态，他愿不愿意接受被动的征召这件事情，他跟吴主席的会面谈话之后，他可能要有一个初步的决定。那这个东西定案之后，就会有刚刚龙介兄讲的，一旦韩国瑜的意向他本身是不排斥的情况下，他当然不会主动跳起来说我要选，但是他不排斥被征召的情况底下，那所有周边的这一些要去呼应他的力量跟声音，就可以有一个全面性的启动，就会让所有党的声音就是趋于一致。那至于刚刚这个张立善县长他提到的这个民调，我觉得可以，就是说你今天要征召任何一个人，你要有所本，你的本一个是来自于基层，譬如说党代表，这个就是党的机制，党代表然后他们联署，他们要求征召，这就是一个很强烈的意志。另外一个，因为你要变成是一个总统候选人，你要经得起民意的检验，那所以再做一次或两次的这一个民调，由党部自己来做，有公信力的做，然后这个民调一做出来，也可以提供给其他要参选的候选人参考。那因为你是有所本，你有客观的全民调为基础，你既有全国党代表这一些党内的这个强大的意志为基础，那到时候韩国瑜出来的正当性就不会被质疑，而且这样子的情况底下也比较容易去说服其他的这些参选人说真的是这样子，形势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党还要做一件事，把这一些就是已经表态要参选，把他的力量还是得要纳进来。国民党必须是一个团队，国民党也不能变成只是韩国瑜一个人，因为这样子他会太辛苦。所以要打2020这一场仗，我认为这所有过程除了目标明确之外，过程还要细腻，你的方法还要正确，你这样子加起来，我们才会赢过民进党。如果这个过程我们被大家看出来说你们跟民进党差不了太多的时候，那对国民党不见得是加分，可能还会是扣分。